感觉像个小袋子进去。绝对小袋是银雀兄弟，这把小心点。这波得直接杀了，不能让他升四级，给他升四级就完了。抬我的一瞬间，一回去躲他的抬。他的下路应该这波假装 Q 不到，他已经进入我斩杀线了。这波其实有点危险，这样每秒掉死的就是我了，还好伤害刚好够。开哪去了兄弟，我还被 K 了，点燃应该能烫死，刚好打的好像是我。
这小黄杰送的血瓶，有点不对劲呀，打着打着，我操，怎么飞天了？ 两千杀子岩雀没什么必要，感觉这两路吧，一波不一定能一波，我状态一般了，好像一波。 不需要我了，哎呦，我这把死了一只，你怎么要五杀了？但应该也还行啊，这一把。